Hello 啊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接着学习我们 PS 的这些小工具啊。今天这个讲到了这个左栏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工具啊，我们看一下它是干什么用的啊。我们右键点击一下，发现它里面有三个工具，一个是标准模式，标准屏幕模式；二个是带有菜单的全屏模式；第三种是全屏模式啊。我们按 F 键就能进行一个切换，F 键啊。这种呢，就是带有菜单的一个控制栏的一个模式，一个全屏模式，然后再按一下 F 键，就变成一个这个一种全屏的一种模式啊，然后再按一下 F 键，就会切换我们原来这个模式。这个是一个这个屏幕模式的一种切换啊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在做图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用到。我们想这种啊全图的这种看呀，这种啊这种都是很方便的，按 F 键切换。好，结束。